迎大家嚟到行运致富讲座吓，无论你系神或者系神神地，今日咧就欢迎即时发问，我会话俾你知致富秘笈，等你哋发个猪头。咧就八八财星咧就入囚啊，所以全球嘅经济或者股市咧都会系危险少少。不过咧就一白飞星去到美国嗰边，系一个重新开始嘅运嚟嘅。咁无论民生无论政治经济都有少少进步噶。